古早，因老爸呢，就是四个囡仔，拢登记厝给囡仔啊吼，对，拢登记厝给囡仔。结果呢，后来时阵，这个大个吼会跋筊，所以因爸吼，这权状顶顶拢伫因爸遐啦。因爸就叫大叔来讲安怎，甲办过户甲办办的。所以就办好因弟迄个细汉囝，妹妹，好、哦、办妹妹过，这很常见，对吧？这个在前面的透天厝，一间啊，一间足侪钱的。吓，几啊千万啊！各位，是不是办做因小弟去啊？啊，这样我有办法把他告回来。我那个各位啊，啊各位，你感觉怎样啊？根本因两个就没有买卖的意思啊，买卖不成立啊。我告讲大兄甲小弟根本安怎？没有买卖的意思啊！侬爸爸咧做主啊！没有看到？买卖又说我要卖，你要买，两个人哦 ，OK， 对不对？叫大叔来问，讲你有看到因两个交易偌济钱无？无。啊，有资金等等，哎，佮因佮有做金流啊，嘿，有做金流啊。但是迄个户头拢伊咧操控，伊家己操作这边，那边操作那边安尼。那最主要就是没有达成买卖的合意。你弄个新报，对啊，所以啊。但是我还是要给他打成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合，没有合意，都是把啊，他们钱很多啊，哦、这种亏，加收的户头拢爸爸的，啊，全爸爸阿姨的户头大部分拢因小弟个只，拢因在处理。你要不要揣一把架？哈哈哈！谁？爸爸照料的时阵，伊去接小弟拢野啊！爸爸照料。小弟就讲伊啊，这是爸爸其实就是惊伊母掉伊，是不是？是先嫁伫你遐尔啦。你同无嘛，家己也转去做爸爸的遗产，大家较甘愿，种种嘛变你的，是安尼。所以唔甘愿，讲你也讲当做遗产，大家吼，那我也就认了，因为这我嘛不一定感觉我是我的，反正到底是爸爸借名在我名下，还是当初给我？当然，现在我们要证明说是爸爸。当初要给我，那给我，你为什么又让爸爸可以叫把你过户掉？那么公婆上的鬼，我一直都把叫爸爸公爱修怼，安尼修怼到这是撤销赠与啊，是啥？所以这个有时候当事人讲的话吼，实在是讲拢无法律观念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当然即马是讲我无迄条，就是我本来即宽赠，阮爸爸送给我，但是惊我毁理条，所以遐宽赠顶顶都拢阮爸爸甲我管。我都爱安尼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伊管的时阵，阮爸爸惊我毁理条，讲去跋筊，搁去往设定去，所以全身骨甲过阮小弟去。啊，恁看这买出来都点，哎呀，但是你也无买卖是合意啊。嗯，我把这个保险甲这间厝退转来，差六七百万。我佮因讲过啊，我个赢
过赢的时阵，三心特别赢的时阵，我一天睏起来，然后原请，直接就在师傅所遮，一两点的时阵，雄雄转，惊一下，然后迄个，各位你知道我想，他三审，我想讲上诉啦，倒转来的时阵吼，一三心因对方上诉嘛，那如果上诉三审确定了以后，他会不会去？因为还在他名字嘛，他会不会去给我设定？会给我信托掉？都还在他名下嘛，对吧？哦，我迄暝我昨昏无睏，瞎喊，什么写呢？说写去给那个所有。写给地政事务所写那个函，依照那个61条说，这个房子虽然登记在他名下，但我一二审都打赢了，现在三审，如果有人要来办设定、移转等等，都牵涉到脱产，都有私权的争议，请你不要过户。马上去讲鬼鬼，就是花道给各地政事务所去了。下课了，同学们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吧。